呢一款咧，我覺得比較有特別嘅地方咧，佢係用彩泥嚟做嘅，即係話佢係件瓷器喺嚿泥嘅時候已經上咗色，跟住先去再後邊再製造翻一個形出嚟咁樣，同以前傳統嘅做法唔同。因為係我好多朋友，佢哋都係做緊啲代理商，見我可以攞到啲平貨啦，之後又可以賣一個平啲嘅價錢，咁我又何樂而不為去入翻啲貨翻嚟賣俾啲街坊咧？